之前你迫不及待的想离开这儿，现在又开始犹豫，是不是因为吴成？你别再过问我的私生活了。如果我们还能做朋友，只有一个前提，别越线。好好，是我不好。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，我想跟你说，不知道你。你说。我觉得你应该非常认真的去问一下自己，你是不是真的爱他？如果你爱他，就去争取，不是为他，也不是为别人，是为你自己，给自己一个机会。我以为你会巴不得我快去，因为我已经尝试过后悔的滋味了。那个感觉就，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。其实目前来看，在咱们这段感情上，我已经没有选择了，但你还有。来点琴啊，最近，看你活来还是死了，怎么样，睡得好吗？断片了。谁把你送回来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林欧，他怎么找着我的？而不是你喝多了吗？一直念人家名字，小月就把他叫来了呗。我记得原来是你啊，怎么换成他了？我是来了呀，我是他通知来的。然后我觉着他送你回来不比较合适吗？就给你创造一机会。怎么样？哎，看这造型也没啥结果。不是你们喝那么多酒啊？逼成样吗？那不。还得跟你爸换肝呢吗？不是，石飞，你老爷子不是我生父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就靠着对他的恨，支撑着我一直要强，要好好生活。见到他之后，他跟我说当年做了逃兵，不配在我这索取亲情。我现在能理解他。下一步怎么办？虽然不能给他捐肝，但是跟他接触的这段时间，发现也是个挺好的老头，在我力所能及范围内，能帮的还继续帮他。我说天下之大啊，除了我，你连个亲人都没有，所以你得感谢小薇，给你留个孝安。这个不太好说，以他目前的身体状况，最多也就个把月时间吧。等他坚持要出院，就怎么开心怎么来吧。好，你把这个签了，就可以办出院手续了。好，谢谢。爸妈啊，出院手续都办好了。哦啊。哎，妈，东西我拿，您扶。你拿呀，嗯，拿去。嗯，我扶着你来。不用扶，我身体棒着呢。你看看东西，别落下。有话难买三回头啊，多回头看看，别落下东西。爸，您行啊，这身体。那是。哎，我怎么劝你住院前都好了？谢谢你们啊，再见啊，谢谢，谢谢。
下锅了吗？怎么我没听见油响啊？油到了。我听着油响，顶多120度，不到200度吧。哦，那个，等一下啊。赶紧把手机拿起来，我看看菜的颜色。颜色呀，爸，这是颜色好看着呢。该放盐了。哦，盐放几克呀？哎呀，没有克不克的，凭感觉。哦，这么多行吗？啊。想吃什么？嗯，我都行。不过你这个昨儿刚喝完酒，你还是喝点粥养养胃吧。喝粥去。光喝粥你能吃得饱吗？想吃披萨呢，还是想吃炸鸡呀？你说吧。要不咱就直接去小月叔那咖啡店吃点算了。小月叔那咖啡店你能吃得饱吗？差不多。还不如你口授我来记呢，那多省事儿。你看这什么视频，看着都累。这事儿靠谱，是不是？嗯，哎，你把那纸笔拿来，现在就写。行，你别动啊，你刚出院，你说什么事儿，你说一句，我来拿啊。雷雷，你那儿怎么样了？菜出锅了吗？爸，你菜谁来了？啊？爷爷，爷爷。哎呦，孩子，你来了！哎呦，好好，你上来呀，上来，上来！哎，好嘞，好嘞，上来！哎呀，快上来呀！爷爷，哎呦，您病怎么样了？我一回到家，病啊，病全都好了。坐呀，来，别客气，来，坐，坐下，咱们说话。我到楼下看看去啊！哎，啊，老爷子，我找了几个朋友，他们也发动自己的关系，在寻找肝源，然后应该不会太长时间吧？到时候咱们再去住院，做移植手术。不宜了。我这一辈子呀，大江南北，走了好多地方，该见识的都见识了，该吃的，喝的。长的，一样没落下。老了老了，我没想到啊，老天还给我饶了一儿一孙。我这一生赚了，我不求长命百岁，我求心满意足。人这一生啊，在于质量，不在于数量。我已经很知足了。爷，您知足，那我不知足啊！我还没吃够您鸭腿面和您那红烧肉呢。哎呀，这孩子，哎呦，我这整天在家躺着呀，这脑子手啊，恐怕是快不能动了。不能动没事啊，哎，我教您游戏，啊，怪兽消消消，就是他又锻炼你的手吧，还锻炼你的脑，你得思考怎么才能让他过关。其实呢，很简单，就是呢。你看，人家三个一样的，啊，哎，再抽一下，这是5个。哦，消灭之后，您要是这关要是过了，完成他这个任务，您就能下一关。这关数挺多的，您要是能都过，您是代言人了。哎呦，那可好，我听人家说那个代言人给好多钱呢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消了一个吧。对对对对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啊，我这，哎呦，这哎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可以。怎么样？这姑姑，你做这一桌菜是想让我们大伙儿猜菜名吗？嘿，这小屁孩，猜什么菜名？好不好吃，你先吃了再说。行，我发表一下感言啊，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吃茄子炒豆腐，一丝
小诧异，小紧张，小恐惧。更诧异的应该是这个，这我看半天吧，这应该是皮蛋炒松花蛋。皮蛋哦，这诧异极了。爸，你看呀，他们父子俩连起伙来欺负我。哎呦，从我这小店一开张啊，你哥哥就吃我做的菜，这是好啊是坏呀，你还真应该多听听他的意见。妈，你看我爸他也偏心了，怎么这样啊？什么叫偏心呢？我先尝尝你这土豆做的怎么样？嗯，土豆烧牛肉。嗯，怎么还给吐了呢？你这姜怎么切的这么大呀？我以为是土豆呢。生姜炖牛肉。行了行了，人家已经很努力了嘛。好，我闺女啊。把菜能够炒熟了，那就是很大的进步。嗯，人家米其林那个大厨，就上星大厨，其实好多就是他这种风格，以这种胡搭、乱搭配、稀奇古怪的搭而独树一帜。我相信以后啊，没准他还能自成一派的。嗯，大师级的。大师啊，没准。别说你那菜要真能做到米其林那个，我就给你翻译英文菜谱。来给你添一句，吃饭有危险，试吃需谨慎。你这个搭配这么霸道狂野的，我都不敢下筷子，老外敢吗？大师都这样，拿我开心是吧？我让你们开心了是吧？来来来，交钱交钱交钱。我没钱，要命一条，没钱。哎呦，今天太高兴了，老伴儿啊。嗯。我。哦，我给你拿什么？酒。哎哎妈，不行，大夫说了严禁喝酒，可了不得，我以为拿什么呢？哎呦，不行，今天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，我就想喝一点儿。喝这个？不，你这样。哎，哎，今天啊，大家高兴，老爷子啊，我给您呢倒一点儿，嗯，倒多少啊？您喝点儿，咱是个意思就行了。哎哎，少点少点。哎，好。尝一点这酒香，我就知足。哎呦，就喝吧，这么大的谱。嗯，真香啊！咱们吃东西，哎，尝尝这个皮蛋炒松花蛋。哎，就这个，快吃不中午了。那马岱啊，嗯，他普济这种地方都过时了，被人玩烂了。嗯，咱们呢，应该找一个七星级海岛，私密性的，人也少的，天天呢就是晒着太阳钓鱼，就坐吃等死最好。嗯，不行，七星级的太贵了，我觉得我们呀，就找一个人少的，私密性好的就行。哎，赛事怎么样啊？不是那个威廉王子在那儿结的婚吗？肯定有私密性的，肯定特贵，太奢侈了，不行不行。奢侈怎么了？你看这图片，大海龟、大鲨鱼，是不是？我这辈子就一回婚，奢侈点不行吗？我都掏血本了，你不得也有点什么奖励啊？奖励你吃？不是，那吃你来。吃锅。别以为瓜能就。我回来了。行，你回来正好，我们正在研究去哪度蜜月，你帮我们参谋参谋呗。结婚是你们的事，我不方便给意见吧。怎么就是我们的事儿了？你是我的伴娘，并且是我们俩的媒婆，是吧？嗯哼。你肯定要发表一下意见。我现在想到的地方呢，都是些避世疗伤的地方，什么不丹啊，尼泊尔。耶路撒冷太不适合你们这些新婚的人了。小奥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啊？哎，要不我们去那个圣托里尼吧，就吃奶酪，还能晒太阳什么的，啊？哦，行，挺好的哈，这个。你看看焰火什么的，多好啊，多灿烂呐，嗯。哎，放烟火挺好的，是吧，小奥？你们真是的。
在我这个失恋又失业的单身啃老狗面前秀恩爱，真太不道德了，还放烟火，烟火转瞬即逝，又不还我。要我说呀，真是你这个丧劲儿，真是女版老吴。你俩就和好算了，要不然你看，我们俩一天这么起腻，然后你也闹心。哎，都怪吴征，怪吴征。嗯，杨哥别说了，天都黑，让你走吧。啊，有的人天都黑成这样，我走了。嗯啊。你慢点啊，注意安全。啊。小，你昨天晚上送老吴回家之后发生什么了？他要我忘了他。其实我之前跟他说我想走，就是希望他有所反应。可他也好，这样我就了无牵挂了。我洗好了，你可以洗漱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还因为我爷那事发愁了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。我肯定尊重。你们这帮熊孩子是不是惹小老师生气？没有吧？始作俑者是你，好不好？别让我们背黑锅，行不行？我承认我要负主要责任，但我听说你们好像干了什么事儿，成了压垮他最后一根稻草。不是，你这个出了院之后怎么更不正常了？把话说明白点，行不行？你可能还不知道啊，他递交了辞职信，说要去美国了，说在这已经没什么可留恋的。啊，他还真要走了？我以为他跟你怄气呢，是确实我们跟他开了一点点小玩笑，但是也没那么严重吧？什么玩笑？可能有点不合时宜，我说你别抽我。就是那天我们学校做客，老师让我们拿美剧做互动练习，练习口语，然后我们就拿那视频在里面加几条弹幕，挺多外校老师在的那天，他可能就有觉得有点下不来台。你把那视频我看一下。行，嗯，不许抽我。哎，来来来，爸妈，你们怎么那么早到啊？是啊，女儿请我们吃饭，我们能不早到吗？我们要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过程。那早知道我就请你们吃豪华早午餐了。什么豪华早午餐也不能跟这儿的小馄饨相比，让我惦记。平常啊，你们都太忙了，没有人陪我到这儿来吃小馄饨。今天呢，我们全家算是一起过来了。好，那待会你们想吃什么尽量点，我请客。好，你好，点餐。好吃吧，来吃这个啊，嗯，这个也很好。爸妈，我准备回美国待几年，再深造一下，这两三年恐怕没有办法在你们身边陪你们了。还真有事儿啊？我就说嘛，请我们出来吃饭肯定是没什么好事儿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他第一次出国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饭店通知我们的，对不对？那一次你们可没那么伤感啊，更多的是欣慰与祝福。你们这次能不能也开心点？这一次怎么能跟上一次一样呢？上一次是因为那个叶欣，你才要走的。
这次又是为了谁呢？这次是为了我自己，不为了谁。我想趁着自己年轻，脑子还好使的时候，再去多学习学习。这《未来简史》不是说了吗？未来人类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学习能力了。哎，小欧啊，我提醒你啊，你已经快30了，这人生的时间你很多都用在上学方面了。当然了，女孩子搞事业，妈妈还是支持的，但是你要花一定的时间在自己的感情方面呀。你别吃了，你赶快说两句啊，劝劝女儿啊。小欧啊，你真的想好了自己今后要走的路吗？是的，这次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。那好，爸支持你。哎，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好了，你们别斗嘴了。我不在你们身边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。不过也有可能我不在你们身边，让你们烦心，你们身体还会更好一些。哎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哎，我问你啊，叶欣呢？这次回来，他不是说要在国内找工作吗？是不是他又要跟你一起走啊？哦，没有，我不跟他一起走，我是去洛杉矶进修心理学的。那我就更不放心了。妈妈再问一下你啊，你跟这个小吴现在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因为他，你才走的？放心吧，我跟他已经彻底分了。不过即便如此，我也不会再跟叶欣好。你们先吃啊，我出去一下。这孩子。看到了吧，女儿谈恋爱，你百般的阻挠，现在可好了，女儿要跑了。前面你责怪我好半天了，那我现在全力支持女儿，我怎么又错了呢？你怎么没错啊？该你管的你不管，不该你管的你瞎管，现在可好？你看看，女儿为了这个小吴要走了，哎，你到底在背后搞了一点什么鬼啊？搞什么鬼啊？什么？我做的事情我都告诉你了，我怎么想的我也都告诉你了，对吧？他们都是成年人了，这感情上的事儿我能控制得了吗？我不管，这个事情就怪你。这段视频你当时应该看完的，我替你都看过了。孩子们确实有点没大没小，但他们心里还是挺敬爱你的，这不应该成为你失望要离开的理由。孩子们的感情总是最直白最简单的，他们爱一个人就是爱，不会刻意去掩饰。我现在就想知道你的真实想法。是不是？切！哎妈，咱家那个大青花盘子放哪儿去了？啊，上次你菜的那个。哎呀，那不是一对呢，还有一个在哪儿呢？拿什么不行啊？随便拿的，吃的是菜。那不是盛出来好看吗？嗨，你先随便找一个吧，我们就看着你。我不下去，我给爸爸端着这个呢啊！你爸可离不开人。我没事儿，你去吧。
这孩子吃你的菜呢，管你拿什么盘子，来了，我先下去啊，马上来。妈，快点！来了来了来了，孩儿在哪儿呢？哎，看看看看哪儿呢？哪儿放这儿？哎，就放这儿了。哎呀，这个放这儿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以为你会炒几个菜你就了不得，差远了，宝贝儿。我知道。好了，哎，怎么样？咱们这叫色香味全。等会儿啊。嗯，来，妈。这样，您先尝一口，我做的如何？啊，怎么样？哎呦，还真不错！哎呦，得有你爸的七八分功夫。真的假的？哎呦，要是这样的话，咱们饭店还能接着开张啊！哎，那我爸会不会特高兴？那还用说？那我赶紧给他拿上去尝尝。赶紧去，赶紧去。行啊，你可以呀，爸，快尝尝我做的家常茄子。我妈说呀，我都有您的七八分功力了。哎，我觉得，爸，爸。可以再抬点儿来，这儿，可以，再来点儿，还行吗？可以，再往上，慢点啊，再往上，来，忍住，可以，好啊，慢点，好，我试试腰啊，能直起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还行，来，你这样上下动一下，帮我拿下电话。姑姑，喂，小吴。帮着老李换一下衣服。老李这辈子最讲究体面，我答应过他，要平平整整、干干净净的走。你说的对，孩子们不该成为我失望离开的理由。我知道你承受了很多压力，我还想再见你一面。有些话，咱们还是当面说清楚吧。我在月咖啡等你。听到留言来找我，我会等你到天黑。
您也别太难受，这生老病死也是人之常情。这就是没想到，说走就走了。那这件事就拜托了，请您节哀顺变。好，谢谢。慢走。咱们走吧。复杂的学问，路长且曲，学着，实践着，那滋味有甜，有苦，有酸涩。但究竟包含了几层滋味，或者还有几重意义，都尚未来得及辨别与深入。是该唯恨时光，还是该唯怨自己，造就如今的短暂相遇，转眼分离。但仍深信，这短暂的有夫有子时光，虽是白驹过隙，但意义深远。这是你爸的菜谱，他出院的时候还每天晚上挑灯熬夜的想把它写完，可惜没写完。给你吧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研究这些菜谱，然后把它学会再传下去。这是老李最喜欢的一支钢笔了，给你留个念想。这个东西老李老放在手边把玩着，虽说是不好用了，可他喜欢。爷爷说，你爱动脑子，爱研究那些机械方面的东西。你留着吧。看看，这是我们俩的一人一个，这是他的，回头让他带着走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们在结婚25周年那天一块买的。我跟他说让他带着带着，他老说不舍得，说怕炒菜磨坏了，碍事儿。这下好了，我们都可以带上了。老李这个人吧，我们过了这么多年，他不太爱说话，那话都让我说了。我以前想过，我说老李他不爱说话，我在这叨叨叨，他会不会想着我这个老婆话太多了，叨叨叨叨没个完。可是30年悠悠转转的，我把他套住了。妈，别哭了。那什么，妈，别哭了。哎，下面该怎么办呀？要不然，该交代的事您交代交代，跟亲戚谁来，跟谁打招呼。不用，老李活着的时候最怕给人找麻烦了。
他也是个不太跟人拉关系什么那种人。我想就是要不然，回头等他入土为安了，慢慢的再跟那些亲戚们说，省得现在这么大老远的过来，这样他会高兴的。你说呢？妈，入土为安，我爸的墓地还没买呢。行，那个，这事我来办吧。我这有个地儿，环境挺不错的，老爷子肯定会喜欢。我跟你去。咱俩不用去做亲子鉴定。等会儿，怎么突然想说这个？你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都能做到这样，显然比我跟陆大志强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咱俩其实骨子里还是挺像的。想说什么呀？我想去看看陆大志。他现在在看守所呢，等事情有定论了，我送你去看他。你说的。走。笑得只剩下我的怀抱，这句话像玩笑也言之凿凿，说好余生倾我之交，现在怎么会落荒而逃？是誓言太无聊，还是你想要的永远？喝点水吧。没什么事，你洗洗去睡吧。明天洗个澡。孩子们的感情不是最平白最简单的，他们爱一个人就是爱，不会刻意去掩饰。现在就想知道你的真实想法。你说的对，孩子们不该成为我失望离开的理由。我知道你承受了很多压力，我还想再见你一面。有些话咱们还是当面说清楚吧。我在月咖啡等你，听到留言来找我，不会等你到天黑。小欧老师吧。我出去了。就算某天相遇街头，你大可不必敷衍招手。我不能再承受把曾经的无畏血肉熬成伤口。爱情是老板买单。真的走了，都走一小时了，六杯咖啡喝了了。你说你不在乎人家吧，喝大了一直喊人名字；说你在乎吧，把人晒了这么长时间，一下午半个晚上，怎么想的？
哥，你别再等了，你走吧。小欧呢？他肯定会找各种理由，然后拖延不走的。没关系啊，等他回来再说吧。要不咱俩打个赌，李小欧肯定不会走。你回来啦！小欧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正好，我也有消息要跟你说。好啊，那你先说。你之前帮我找的那两所学校，无论哪一间我都去。麻烦你尽快帮我答复他们，打包好后我就可以出发了。Sorry 啊，那两所学校你可能都去不了了。怎么会？因为 USC 来消息了，他们有心理学课程，而且你可以去旁听。嗯？那太好了。我马上订机票。天外有天有无常，山外有山有他乡，跌了撞了心还是会老地方。游离于城市的同样，错过了心爱的姑娘，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，为所欲为是轻狂，防不胜防是悲伤，后来再把成熟当偏方。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，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，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，风吹草低见惆怅，但至少还有光。把烦恼痛了吞了忍了算了，不对别人讲，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，若男孩笑了哭了累了说要去流浪，留下大人的模样，看岁月剑拔弩张，会有个人成